欢迎回来最新新闻的现场，新闻继续要带观众朋友做回来关心的是以做客托病作为主要进行的家居家护中心，成立到现在已经46年，为着要关怀弱势家庭，表扬助穷儿童，因准备来举办着爱武汉爱心园游会。现在爱心园游会是要来邀请到社会团体和人士做回来演讲，另外伫咧家庭爱心单位的义卖品嘛，真需要关注。家护中心呼吁社会大众做伙来协助弱势家庭的儿童教育学习的过程。家居家庭辅助中心为关怀弱势家庭以及表扬助穷儿童，将于3月25日，借由家义市立棒球场的广场，举办爱无限关怀家庭园游会。家义家护中心感谢社会各界人士对家护中心的认同和协助，表示45年来，家护中心一直秉持着帮助弱势家庭以及受虐待儿童的使命而前进。我们园游会有两个目标，第一个是宣导儿童保护的一个工作，那第二个是说我们要招待我们中心家护中心有1200多户的一个家庭，还有我们要提供13个摊位，让我们的单亲妈妈来摆摊位，能够养成他们能够自己更生的一个机会。这样，当然我们要从我们今年的一个大概我们要自筹3700多万的一个自筹款，那希望把这些钱呢用在我们嘉义地区最弱势的孩子的身上。这样，嘉义市议员陈贤基爱心不留人后，亲身参加家护中心吴妈妈爱家服务队，并协助卖出1000张爱心圆游券。伊表示，还佫有公家机关，像嘉义市警察局、校长，拢有人脉，非常有爱心。因为我比较晚知道啊，所以我都会请一些我们市政府这些哈来帮忙哈。但是真的，我们市政府的员工也很好哈啊。像昨天检察局，他就一口气就买了200张哈啊。那我们余处长呢，他也认购100张哈啊。我们周校长，博爱国小的周校长呢啊，今天也认购了70张哈。所以有很多的爱心。但是今年我问他们，他说今年的业绩比较不好了哈。所以我希望说，我们嘉义市、嘉义县市还有所有的有善心人士哈，也当来帮忙家护中心啊，让这个园游会哈也当圆满的成功办好。阿妈希望说，这个是爱心嘛哈，爱心大家一起来。另外，在家庭爱心单位的义卖品嘛，真需要关注。民众有堪用的义卖品，会使送到家护中心来做爱心。家护中心欲请社会大众做伙来关心弱势家庭的教育，协助因度过学习过程的困境。最新新闻，蔡明东，嘉义市。